左手指哪哪些？但是我要让它长出来，它病就好了。好，换掉这里，大约一公分。好，我为你祷告。主耶稣释放你，放松，你要放松，来放松。主耶稣释放你圣灵的恩膏能力，进入肩肘，进入颈椎，进入筋络，进入骨骼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要打破疾病的咒诅、捆绑，从颈椎、从肩肘、从手肘臂的筋络里面完全断开、破除。奉耶稣的名，长出来，噗，噗出来，长出来，长出来。奉耶稣归位，归位。奉耶稣释放圣灵的大能，长出来，长出来，长出来，更多，更多，长出来。奉耶稣的名长出来。跟这个手指一样长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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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奉耶稣的名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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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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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吩咐你出来，奉耶稣的名出来，好，好，看到没有，一样的，好，好，你眼睛睁开，再走过来，再看你的筋，好，放手，再摇你的手臂，摇，寄给我一下，肩肘，手，好了没有？好了没有？好了，松了，松了，松了，好了。他的颈椎、肩椎，这也是松了，没事。阿门，得医治了。好，哈利路亚。好，他的颈椎，你手的颈椎。